好的，高雄屏东的这个枋寮渔港呢，目前呢今天是没有作业的，因为往外海看去，可以发现呢滔天巨浪一波又一波的涌入，而且呢打在五米高的堤防上呢，还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水花。另外呢，在这个码头里面可以看得到，港区虽然风浪呢没有那么大，但是整个水位呢已经是几乎快要跟路面切齐，相距呢大概只剩下几十公分。这是因为呢今天上午7:07当地又遇到了满潮，而且呢在这个台风以及大潮的影响之下呢，原本提早系在这一个岸边的渔船呢看起来摇摇晃晃，仍然是相当的惊险。而根据呢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公布最新的资料，目前台风的中心位置呢就位于高雄西南方160公里的地方，而位于这个高雄南方的屏东枋寮呢，其实距离台风的位置更近，也因此呢包括这个不丹港区呢今天停止作业，其实附近有许多原本游客休憩的这个瞭望台呢也都已经封闭，禁止游客靠近，就是希望呢在这一次台风来临的时候不要有任何的危险发生。以上是目前的最新情况，主播。